Timo 品牌的鞋子呢，具有穿着舒适上的特色，而且它也不会牺牲掉流行还有美丽的外表。因为通常在市面上卖的鞋子很多，就是说功能性的鞋子通常就缺乏一个比较能吸引消费者意愿去购买的那种流行点。那我们在 Timo 品牌在这一点，我相信是都两方面都做到了。